6月20日晚，王力宏上海演唱会举行第二场，大哥成龙惊喜现身，不知情的王力宏摔在地上大喊：“吓死我了！”两人开心拥抱，还亲亲，大兵小将终于合体，全场简直嗨到爆。成龙搞笑打招呼，现场成龙的歌迷影迷们大家好。成龙在感谢之余，到现场为王力宏助阵，在台上对王力宏连说5次“我爱你”，表示没办法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我一定要过来。你们爱他，我爱他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